欢迎大家收看球的斗罗大陆啊，咱们今天玩的是双生武魂啊，没错，这边的话我们这个双生武魂啊早就想开了，一直没有开啊，然后我们线下的时候已经觉醒到了一个啊先天魂力99，然后咱们的双生武魂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左上右上角先天魂力99，魂力等级9级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两个武魂，一个山河设计图跟我们的凤凰浴火凤凰，这两个武魂的话我觉得还可以，没错，这个山河设计图的话非常的屌，这凤凰的话也非常的屌，没有蓝电霸王龙啊，没办法，这个赤火凤凰这个武魂可以飞啊，然后这个山河图不能飞啊，太难了，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主武魂是我们的凤凰，没错，凤凰，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直接开始发展好吧兄弟们啊，先把这些给他扔了啊，一个图，这图可以干嘛呀，这图啥也不行，咱们这个是魂师生存啊兄弟们啊，魂师生存，对，哎呦，这个上面怎么有点像个马儿的图标啊，金的，来要致富先撸树啊，我们先撸波树啊，哎，好，这边的话我们直接撸了11个木头啊，直接做一波咱们的工作台，然后为什么这边还能飞啊，我没开创造啊，这三个图也能飞吗，两个武魂都能飞吗，我的天，兄弟们，金的啊，两个武魂都能飞啊，两个武魂太猛了，真的是。好，这边我们去找一下石头，我们进入石器时代了啊，很快就进入石器时代，然后这底下的话可以进来啊，哇，我们出生到一个冰原寨啊，非常的 nice 就啊，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做一个我们的这个木稿好吧。好了，这边的话如果你们喜欢咱们这个黑球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一键三连啊兄弟们，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。好，我们现在这边直接挖出木头啊，啊不，直接挖木那个石头，哎，屌爆了！这边的话是13个啊，开心。然后这边我们再做一把我们的石镐，然后再做把咱们的石剑吧，兄弟们。然后再做一把石斧吧，兄弟们啊。好，咱们的石质工具3件套已经做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周围有没有小魂兽啥的呀。哇，这能飞啊，太牛逼了！我是生存模式吧，兄弟们，是生存模式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可能是这个三合设计图的话，它本来就能飞啊，屌爆了，屌爆了。看一下前面的话，这个熊看没有，出来一只圣光巨熊，光年啊，光属性的圣光巨熊，多少年的？2000年，2652年的，太凶了，这打不过啊，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冰属性的啊，11年的北极熊，把它弄死，刮痧死直接。哎，一个10年的魂兽啊，这能洗吗？这个东西我看一下啊，查看。然后北极熊11年，吸收能洗吗？哇，等级不够啊，我们的魂力等级不够，我们现在的话只有95级，不够，太老了，再吸一波，再吸一波，再吸一波，咱们直接把它摧毁了吧兄弟们啊，直接摧毁 OK。 好，然后咱们再去找一找有没有小魂兽好吧兄弟们啊，这边有只羊，这羊的话是多少年，这羊的话没有年限啊，太老了呀。哦，这边有个树人，树人200年的兄弟们啊，可以打一下200年的树人，可以，完了我要被弄死了兄弟们，这个树人的话攻击速度比较的慢啊，溜溜球，哎呦我操，这么远都能打得到啊，这作者应该优化一下，真的这么远他都打得到这魂兽啊，太猛了。这个模组的话他有100万年魂兽兄弟们啊，好像我记得听他们说有100万年魂兽啊。然后这边我们直接是多少级的，我看一下啊，10级了，可以吸收第一个魂环了，我们就给我们的主魂环赤火凤凰直接给他来个吸收一个魂环好吧，第一个魂环100年的吸收副本啊，环数不够啊，这个意思哦。咱们刚刚是用这个三合设计图给他那个什么打死的，所以说我们只能拿这个武魂吸收啊，吸收副本环数不够啊，什么东西副本环数不够啊，哇，消失了他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我们再去找魂兽啊，这边晚上了，那边有只马儿，独角兽啊，400年，492年的，492年，屌爆了，直接调成凤凰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马儿有点凶啊，我有这马儿有点凶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要死了，只有7滴血了，100年小魂兽来，我就算死我都要把你刮痧死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死了，这马儿在哪儿，我们继续回去把它弄死啊，这马儿在这里，14滴血，去死吧，120 130滴血，121 114，哦吼，又死了，走，咱们再回去走，哎，我黑魔人又回来了兄弟啊，你今天必死好吧，肉盾攻击，哦呦又死了，2刀我就没了，哎，好兄弟们，这边的话429万年的这个光属性的天角马已经被我们干死了，我们吸收一下能不能行，强制行吸收420万年的魂环可能会失败啊，摧毁魂环，成功了兄弟们，直接吸收一个400年的魂环，行吧，欧皇
打到公屏上。咱们已经成功学会了第一魂技啊，第一魂技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我看到凤凰，叫做什么的？凤凰赤火，兄弟们啊，凤凰赤火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第一魂技，凤凰赤火，前面那只北极熊去死！哇，好帅呀、啊，真的是啊！哇，这个三千年的惹不起，溜了溜了溜了。这边又是百年的苦力派啊，587年的啊，能不能弄死他？这 CD 的话挺低的啊，怎么可以其实把他刮杀死？能把这只500年的苦力派给他刮杀死啊？哇，兄弟们，我们打了半天，魂力不够了，魂力不够5点了。这边的话放一个这魂技的话也需要5点。咱们左上角的那个蓝色的条就是什么的魂力值啊？魂力值的话只有654最高现在啊，47滴血，屌爆了！哎呦我的天！走，哎，今天必死好吧？今天500年的小魂兽，我看我能不能够弄死他？好的，成功的打死咱们的这个魂环。我看转换一个那个啥可不可以？哦，可以查看能不能吸收。哇，我这三个托也成功了，兄弟们！我去问还有谁 ？Nice， 这三河图第一魂技叫什么？这三河图的第一魂技叫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叫做控水击水。控水击水是啥个几个意思啊？前面又是北极熊，咱们试一下啊，看我的第一魂技控水击水。哇、哦，也就是喷的水是吧？然后咱们切换魂，切换武魂，再来个喷个火，冰火两重天，屌爆了，兄弟们！魂力不够，溜溜球飞，哎。可以，这个双生武魂就是这么玩的啊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哎两个啊，吸收了两个，一个500年，一个400年，非常的 nice 好吧？那个400年的也接近500年，干得漂亮，兄弟们啊！好，这边的话，下期视频你们想看我吸谁的魂环，可以打到公屏上好吧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嗯，点个赞呗。